姐，你怎么又吐了？最近怎么老吐？你没事吧？妈没事。姐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怀孕了？意外啊，还好没人知道。独孤江湖正在关键筹备期，你可一定得瞒住了。这种事情没有必要瞒，我就是怕大家伙知道以后都小心翼翼的，回头再耽误工作。哪那么简单啊？要是被某些人知道你怀孕，公司肯定就不让你出外景了，那不就便宜了吕姐吗？那就让他带队呗，不挺好的吗？跟以前一样。那能一样吗？独孤江湖能跟之前的项目比吗？总公司那么重视，你信不信？吕姐要是叼上这口肉，可不会像你这么大方，咱们连口汤都未必喝得上。姐，你现在更不能放弃项目了。只有拿到项目奖金，你跟姐夫的买房压力才能减轻一点。小山，你怎么比我一个怀孕的人压力还大呀？放心吧，等独孤江湖开机，我这也过3个月了，孩子就稳定了，绝对不会耽误工作了。